对，你可能是以大学生的没出道的艺人，然后就跳一跳舞，然后有一点比较运动风，然后你穿一个小短裤，我记得方亮君，对，然后很性感又很健康，然后就觉得说这个小女孩就是好讨喜，就连女生连姐姐看了都觉得性感又可爱，谢谢，大家都看你好像很顺。你自己有没有觉得经历比较大的挫折是什么？我原本其实一出道的设定的目标就不是在唱歌跳舞，对，但是因为因缘契机下，然后组了这个团，然后开始出唱片，然后出了四张，然后越来越觉得好像不是自己那么喜欢做的事的时候，就开始做起来有一点痛苦，所以那段期间会觉得就是会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所以那个挫败感反而不是说，但是又很矛盾的是，我又跟姐妹们在工作的时候，又是开始到很后面的时候，我真的忍不住了，我觉得。尤其我又觉得如果我们是真的把彼此当作家人的话，应该要有话直说这样子，所以后来就直接跟他们讲，然后也跟经纪人沟通，然后才到现在这样子，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可以先就是试着往各自的领域发展。那这个沟通的时候你有哭吗？有哦，大哭，我觉得这一定会哭，这一定要大哭，还要配一些酒啊，然后就自己把自己灌醉，然后就开始然后老实跟他们讲我的心情这样，那他们都可以理解。没有，有的人觉得一开始一定是就是大家会觉得哈很挫折，因为他们没有想到，所以他们猜不到，他们不知道，是我后来崩溃跟他们讲说他们傻眼，因为他们也觉得是很好，他们也觉得这个很天蝎座，很沉得住气，我不是很开心吗？没有不开心，我跟他们的一定，我知道你们感情超好的，对，是在吵死了，有吗？你有跟我们一起？没有，有时候尾牙。对，你知道团体感情好不好？旁边人一看就知道了，因为实在太吵，我们是常被骂。可以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，旁边来，赶快走、啊，超吵的这样子。你在经历这些低潮的时候啊，你妈妈是不是也是你一个很重要的？她像你的好姐妹吗？好姐妹，但她不是。我是，他不是会鼓励人的那种，对、啊，举错例子了是吗？举错例子，你没有乱写啊。遇到挫折，然后我拍戏遇到挫折，我跟他说我好痛苦什么的，他可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但他会后面会再传简讯说，如果你真的那么辛苦的话，你不要做，妈妈养你。他会直接讲这种话的人，那你怎么没变妈宝？我是吧？哦，还是你觉得你是妈宝？我是妈宝、欸。怎么说怎么说？你觉得自己像妈宝？我就是生活白痴，我什么事情缴信用卡呀？ Okay, 我是到后来才会的。Okay. 然后缴水电费那些什么去邮局寄东西，然后还有什么保险那些，我都先都是妈妈，都是妈妈从小处理好的。然后妈妈也跟你说，如果你不会赚钱，没关系，我就养你，对，我养你。那你可以更狂妄的变成妈宝啊！不行欸，我自己就是也不想要这样子依赖他，我就会总有长大的一天。所以我还是就是，当然我看到这就是很开心，我更可以成为我的力量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把事情做好这样。OK。